请看这个例题，地球上的总人口数大概是72/2，这么多亿人，其中讲中文的人口最多，占总人口的 15%。 请问地球上讲中文的人口大约有几人呢？我们来看一下，72/2亿人里面有 15% 是讲中文。直接来算吧，把带分数改成假分数，72×2 144+1 145，乘以 15%， 把它约分，5 3 5 520，再约520 5 9 45 54 20，所以算出来呢，等于分母乘分母是8，分子乘分子87。所以呢，你可以说讲中文的人口大约有87%，这么多亿人，或者是你把它改成带分数也可以，10/7亿人。